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学简报节目。今天我们有一些精彩的新闻要分享给大家。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一则有关泰坦，一则有关泰坦尼克法的新闻。这项十九世纪的法律可能会帮助一艘在巴尔的摩弗朗西斯·斯科特集装箱船达利的所有者限制责任，让他们的损失不至于太惨重。这听起来像是旧时代的法律在现代还能发挥作用，挺有意思的，不是吗？ 借助，让我们来聊聊学生生活。有三名学生分享了他们在攻读研究生学位期间如何兼顾全职工作的经历。这些故事让人佩服他们的毅力和智慧。他们不仅找到了平衡工作和学习的方法，还成功的完成了学业。这些故事提醒我们：有志者事竟成。最后，让我们来看看一则有关最高法院的新闻。最高法院目前正在审查一项有一五一年历史的康斯托克法案。 这可能对堕胎权利构成潜在威胁。这样的讨论对于理解我们社会中的法律和权利有助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有一些关于澳大利亚研究生课程的新动态。健康和心理学课程成为了最受欢迎的选择之一。希望这些新闻概述能够让您对今天的世界有更多的了解。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的报道和分析。 泰坦尼克法帮助船东在桥梁坍塌事故中限制责任。彭博社，在巴尔的摩弗朗西斯斯科特基桥撞上的集装箱船达利的所有者可能面临多方面的诉讼。然而，根据一项19世纪的冷门法律，该公司的责任可能被限制在事故后船只的价值上。这项法律的通过是为了防止航运巨头因海上灾难。 而遭受巨大损失。该船的所有者由英国保护与赔偿俱乐部 b r i t a n n i a Protection and d a m e i i t y c l u 保。该俱乐部由航运公司拥有。过生命中最艰难的岁月，西蒙如何在无休止的工作、学习、挣扎中生存下来？悉尼先驱晨报：三名学生分享了他们在攻读研究生学位期间兼职、全职工作的经历。他拉法师西蒙·伍德在全职工作的同时，完成了全日制法律学位。 博士候选人萨拉齐卡拉托雷将他的时间分配在全职工作和学习上，同时还保持了作为营养师的私人职业。学校负责人凯蒂佩切尔在业余时间攻读商业心理学硕士学位。这三位学生都强调了平衡工作和学习任务的挑战，但他们找到了解决办法。伍德利用他的大学提供的灵活性和在线教学来完成学业，而奇卡拉托雷预计将在明年年底完成博士学位。 并希望在欧洲找到博士后职位。佩切尔赞赏他的商业心理学课程的灵活性，这使他能够自己安排学习时间，并在周末赶上进度。学生们还指出，Covid-19 大流行病凸显了大学满足那些工作或无法亲自到校园的重要性。最高法院关注康斯托克法案可能对堕胎权利构成潜在威胁。华盛顿邮报，反堕胎活动人士希望利用有一五一年历史的康斯托克法案。 禁止邮寄与堕胎相关的药物和材料，从而有效地阻止全国范围内的堕胎手术。大法官塞摩尔·阿阿里托和克拉伦斯·托马斯在关于堕胎药米非司酮的口头辩论中多次提到了该法案。阿阿里托驳斥了该法律已过时的论点，并坚称在扩大药物使用权限时应该考虑到该法案。 最高法院目前正在审查 FDA 是否错误的批准并扩大了米菲斯通的使用权限。尼科尔·沙纳汉是谁？罗伯特 ·F· 肯尼迪小说选择他作为自己的竞选伙伴。《华盛顿邮报》，罗伯特 ·F· 肯尼 ·Robert F. 肯 e 迪 Robert F. 肯尼迪 j u n i Jr.，周二宣布他选择了湾区科技律师和超级捐助人尼科尔·沙纳汉尼 i 沙纳费。 立寇·史安纳汉的寇神了，他独立竞选总统的搭档。莎安纳汉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他向肯尼迪的竞选活动和支持其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赠了400万美元，并且之前也曾向民主党的竞选活动捐款。他从未担任过选聘职位，但在科技行业有丰富的背景。 并从事慈善事业，专注于气候解决方案、社会公正和妇女生殖科学。莎纳汉创办了第二一投基金会，该基金会投资于致力于生殖、长寿和平等、刑事司法改革以及健康星球的变革者。他还曾在科技行业工作，创办了 Clear Access IT 公司，该公司利用人工智能帮助知识产权所有者开发和管理他们的技术。莎纳汉曾与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 s e r g 本结婚。 目前与比特币工程公司的雅各布·斯特鲁姆瓦瑟 j a c o b s t r o m w i s s e r 合作。在攻读研究生学位之前，你需要问的六个问题。悉尼先驱晨报：研究生学习通常由学生为了加快职业发展、获得更专业的知识或转换职业道路而进行。有多种选择可供选择，可供选择包括硕士学位、n b a 或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可以通过课程完成。 学生参加讲座、教学和完成作业，或通过研究完成。学生进行指导下的研究并撰写论文。博士学位是最高的研究生学位，涉及到进行重要的原创研究。专业博士学位类似于博士学位，但是对专业实践领域有所贡献。研究生学习的持续时间因课程和是否全日制或非全日制而异。硕士学位可能需要一到两年的时间完成，而博士学位通常需要三到五年的时间。 研究生学习的费用也各不相同，通常有奖学金可用于支付学费。学生还可以使用 ICE H E L P 计划推迟学费，并可能有资格获得政府的其他经济支持。大学还提供竞争性奖学金来帮助学生支付研究生学习的费用。六成的老年护理居民正在服用抗抑郁药物，专家表示这并没有起到帮助作用，但他们知道什么才能帮助。澳洲 ABC 系。 根据澳大利亚政府国家健康和医学研究委员会的一项研究，澳大利亚约有一半的养老院居民存在严重的抑郁症状。该研究发现，与普通老年人群相比，养老院居民的抑郁症发病率高出四倍。六成的养老院居民被开具了抗抑郁药物处方。研究发现，心理治疗对于减轻老年人的抑郁症状是有效的，而进行两到十二次心理治疗就足以改善症状。 然而，由于资金问题，这类治疗对于养老院居民来说并不普遍可及。由于需要由精神科医生转诊，因此养老院居民对医疗保险补贴的心理治疗的接触有限。养老院工作人员在心理健康方面也缺乏培训。该研究呼吁增加资金和培训，以改善养老院居民接受心理治疗的机会。尽管立法给予推动，但可能永远不会使用驱逐非公民的特权。澳洲 ABC 线。 预计澳大利亚政府将通过立法，使得将所有合法途径都有非公民遣返变得更加容易。该立法要求面临遣返的非公民必须合作，并向起源及国申请护照。不遵守此要求可能导致一至五年的监禁。该立法还赋予移民部长指定某个国家为遣返关注国家的权利，可能会暂停该国公民的签证申请。政府已提出伊朗、伊拉克、南苏丹和俄罗斯作为可能的指定国家。 调查 c r a n e r o c o l l e 施行贿电子邮件的机构，在其董事会中有一名已定罪的儿童性侵犯者。澳洲 ABC 报道，新南威尔士州独立学校协会 （IISW） 是一个调查会员学校报告行为不端指控的顶级机构，但在其建议将一名教师对一名前学生发送性暗示电子邮件的行为视为不需报告的行为时。 该协会的董事会中却有一名已被定罪的儿童性侵犯罪犯。ISNSW 覆盖了五百多所独立学校，包括悉尼一些顶级私立学校，现在正因其对该事件的处理而受到审查。ISNSW 现任主席也是一九九五年时的主席，当时的那名董事透露，他曾因两起性侵犯罪被定罪，其中一起涉及儿童，但他被允许继续担任董事职务长达二二年。 联邦教育部长称该教师的行为为极其严重。o 国学校理事会称其为极其令人担忧的过去行为。全国儿童专员和儿童安全倡导者呼吁对 i s n S W 的治理模式和调查处理进行外部独立审查。威斯康星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宣布在2029年和2030年举行一系列主客场足球比赛。 美联社，威斯康星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宣布，将在2029年和2030年进行一场主客场比赛。威斯康星州将于2029年9月1日在加利福尼亚州进行比赛，而加利福尼亚州将于2030年8月31日访问威斯康星州。这场比赛取代了之前威斯康星州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之间的非联盟比赛。 因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入了大十联盟而被取消。加州和威斯康星州上一次交锋是在一九九零年，加州队以五到一领先。想要避免冬天不受欢迎的家庭客人吗？以下是接种疫苗的时间。澳洲啊，BC 县专家无增加投资回报率下降的情况下，依靠债务推动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的传统模式已经达到了极限。 即将到来的澳大利亚凉爽季节可能会带来呼吸道疾病的激增，包括新冠病毒、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 r s b 预计2024年的流感季节将特别严重，因为由于疫情期间的隔离和增加的国际旅行，群体免疫力有限。群体免疫力有限。去年流感疫苗接种率较低，仅有32%的人口接种了疫苗。 专家敦促更多孕妇和儿童接种疫苗，以减少感染高峰并保护整个社区。预计 RSV 感染也将增加，尤其是在婴儿中引起干扰和住院。首次出现了一种针对 RSV 的免疫选择，名为 Iversenation，它是一种长效抗体，可以将感染率降低约百分之七十五，持续五个月。虽然它目前还不是国家免疫计划的一部分。 在一些州为婴儿和儿童提供免费的 r s b 免疫计划，预计将来可能会推出针对六十岁以上人群的免费 r s b 疫苗。随着流感和 r s b 高峰的到来，新冠病毒病例也预计会增加，引发对共同感染和疾病严重程度增加的担忧。NFL 历史表明，在前三轮选秀中选中选中选中四分位并不能立即带来成功。 雅虎新英格兰爱国者可能会在二零二四年 NFL 选秀中的六、第三顺位选秀他们的下一位事业型四分卫。然而，即使他们这样做了，选手也不会是个失败者，球迷们也不应该期望立即扭转局面，让爱国者立即重返季后赛。在过去的二十个选秀中，有二十位四分卫是由最初拥有该顺位的球队用前三顺位选中的，这些球队很少在新秀赛季进入季后赛。 即使选中的四分卫成为一名优秀球员，立即扭转局面也不常见。为了在新秀赛季进入季后赛，球队应该在技术位置和进攻线上为他们的四分卫提供人才支持。在这方面，爱国者还有工作要，在选秀中仍然拥有第三顺位和第三十四顺位的总体选秀权，以及五千万美元的薪资空间，在下个赛季之前进行有意义的阵容升级。 真正的成功通常在第二年到来。乐高头像照片增加了加利福尼亚州关于执法和隐私的辩论。美联社，加利福尼亚州警察局穆里埃塔警察局被乐高要求停止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嫌疑人照片中添加乐高头部。该警察局自2023年以来一直使用乐高头部来遮挡嫌疑人的面部，但这一做法直到上周才引起乐高的注意。 乐高的要求是在穆里埃塔警察局于三月十八日在 i N s t a g r a m 里一篇帖子后提出的。该帖子解释了加利福尼亚州一项于今年一月生效的新法律，该法律限制了警察局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嫌疑人的照片。在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南方学院表示，这所陷入困境的私立学院将于五月底关闭。美联社，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南方学院。 宣布将于五月底关闭，原因是面临财务困难。尽管最近有针对提供纳税人支持贷款的立法，但这所私立文理学院未能从州政府获得财务援助。这所拥有约一零名学生的学院已被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降级，并一直希望得到州政府的财务帮助。伯明翰市市长兰德尔 ·L· 伍德芬将这一消息描述为令人失望和心碎。 并将责任归咎于蒙哥马利的立法者未能采取行动拯救这所学院。澳大利亚最受欢迎的研究生课程揭晓，在债务增加处资本报离现交的情况下，依靠债务推动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的传统模式已经达到了极限。根据大学和政府的数据，健康和心理学课程是澳大利亚研究生学生最受欢迎的选择之一。 由于 COVID-19 疫情和生活成本压力的影响，一些课程的招生人数受到了影响。新南威尔士州和澳大利亚首都领地的大学招生中心 （UAC） 的数据显示，2024年研究生课程的前两个选择是临床心理学硕士学位，其中三个是心理学领域的前十个选择，而六个与健康相关。2022年的 UAC 数据显示，法律学位是最受欢迎的研究生选择。 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二二年的政府数据也显示，心理学和护理课程的兴趣逐渐增加，可能受到了疫情的影响。然而，选择研究生会计和工程课程的人数有所减少。生活成本的上涨、对工作与生活平衡的关注增加，以及职业周期的缩短，都对研究生产生了影响，导致大学改进课程和教学方法以吸引候选人。想赚十七万美元吗？这不是读 MBA 的唯一原因。 悉尼先驱晨报：雇主们看重安毕业毕业生的战略思维能力和长期投资心态。然而，雇主们也认为，优秀的团队应该包括具有行业经验的成员。根据 TMX Transform 的人力资源和文化负责人 Natasha w o o d s u r n 的说法，b i a 可以给人们提供背景、接触和理解业务的能力，但它无法替代行业经验。公司也看重 Ambia 对一个人的动力、雄心和抱负的体现。 虽然毕业可以提高一个人的薪水，但他对 T M X Transform 的薪水没有显著影响。然而，全球数据普遍表明，连毕业确实会提高薪水水平。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一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网址是 sixw 方，网址是 sixwfun。网民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